伊在魔道龙开来辅导的桂丽春梅，在2021年台南文旦大赛当中摕到得奖奖，今仔日娱乐市场为提亲自颁发着匾额来做鼓励。今日我们提的颁奖典礼，除了是来恭喜着所有得奖人之外，嘛感谢着辛苦的评审。伊嘛来讲，比赛难免是有名次，得奖者嘛只会当有一个。其他几个文旦大赛，我个人看到台南的尤阿龙，再尽着文旦的辛苦加用心。比赛就有这个分名次了哈啊，但是我在我心里面，台南的文旦都是最好的。其实这是让这个我们很多评审委员来伤脑筋啊，想办法要找出这个最好的，其实每个都很好，在好里面要找出更好，这是比较辛苦的。伊过了中秋够两礼拜时间，一日嘛希望讲台南文旦会来消费，当有好成绩。不过伊嘛拜托着遮个农民，台南文旦卖完了，千万唔当去了别个所在文旦来冒充，一定爱顾好着台南文旦的金字招牌。我这个台南的文旦吼，咱台南文旦是上早卖了，啊，希望除了完售之外，我们还开辟很多很多的这个市场。那你家己的文旦卖了了，不管你摩刀的硬还是干的呢，卖了了卖脱。包月的文旦来泡汤啦，你摕包月文旦吼，诶人比较起来就知影，定你食文旦的诶人吼，这比较起来就知影，你泡汤，迄个金字招牌够派你了，诶会得无啦，所以。举办卖期第七档的台南文旦大赛，这回总共80位这尤阿龙来报名。第一关资格审查就参加只剩65人晋级第二阶段各项的采购甲邮件。9月1号嘛进行着各片的评审，最后选出着两等奖16名、特等奖5人、头等奖3人甲特等奖1名。咱听新闻，咱以下起付采访报道。